贴那么多，有高啊？他上次不是他那天有高啊？签名成瘾症，为了签而签，是不是？就算没办法去也要签，没办法去澎湖，他也要付钱呢，叫别人帮他拍啊。单单的他不是有报了，他不拍第二次，他叫丽去帮他拍第二次，因为怕被讲过，一个人如果报两场，然后他帮丽拍。